弟兄姐妹们早安，欢迎来到晨兴时光。今天是1月28号礼拜六，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早就可以借着你的话语得着滋润和引导。谢谢你，愿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的真理，与你亲近，与你同行。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今天的经文主题是遵行律法必蒙福。那么今天是诗篇119篇，那么这一篇可以说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一首诗，那么也是一篇默想神话语的一篇很棒的一个著作。那么这一篇诗篇的重点跟其他的诗篇比起来，其他的诗篇很多的时候是在歌颂默想神的创造、神的救赎以及他掌管全世界的大能作为上，但是这篇的主题却是放在对神的话语以及这位说话的神的热爱的上面。那么这一首诗呢是一首很特别的格式，是字母诗那么字母诗是一种严谨的格式它是按着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顺序来写的就是说它的第一句话的开头是第一个字母，那么第二句的开头是第二个字母，所以以此类推，那么一般来说一首字母诗写完呢会有22节，因为每一节的开头就是一个字母。然而在所有字母诗当中最精彩的可以说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119篇，那么它每一组有8句，那我们这8句话的都是用同一个希伯来字母来开头所以22个字母有22组一组有8句，所以呢我们看见诗篇119篇总共有几节的经文呢22个字母每一组有8句，22乘以8就是176节的这个经文。好，所以我们从这边看见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呢其实他心中已经有全盘的设计，然后才付诸笔墨。那么从当中我们看见作者他想要表达的是他要尽他所能的，尽其 所能的来表达他对神话语的这个美善、神话语的好处、神话语的能力有更完整更全面的诠释还有表达。
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记忆和背诵。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诗人在写到这关于神话语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用心要来表达，并且帮助我们认识神话语的重要。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读1到16节，那么我想在这当中有三点美好的学习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所学习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是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那么在今天的经文1到2节里面提到，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提到行为完全，指的就是在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如果他在行为上是正直的，那么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可见的，世人感受到在神的眼中，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蒙受神祝福的人，是不在乎他的财富、地位、聪明的，乃是在乎他的道德以及品格。而一个人的伦理道德能够高尚，人品能够端正，德性优良，只有一个门路，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我想不单单只是认识神的律法，更是需要去行出来、活出来的。因为再多的知识和言语，若没有行动配合，也只会叫人自高自大。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一个有福的人是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神律法的人。那么第二个我要说，那么遵行神的律法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如果从今天经文来看，我看见第一个是不做非义的事。在3节里面讲到，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我想这世界上很多人之所以会做非义的事，会作恶，无非是他们不认识神，或者他们根本不信有神。所以在这世上，这些恶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高傲自大，自以为是，顺从自己的邪情私欲，任意妄为，以至于犯罪得罪神。但我们敬畏神的人，自然会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就不至于做这些非义的事而惹神发怒。所以我们如果读到第9节，我们读第九节会发现第九节说什么呢？他说，少年人有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是的，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远离非义的事，我们会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会活出神的旨意，我们按着神的话语而行。感谢主。这是第一个带来祝福，是我们不做非义的事。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经文告诉我们，是我们不至于羞愧。在第6节说，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想一个人最羞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无非是我们犯错的事情被揭露出来了，被人发现。那么从最近一连串在政治上的一些的议题，我们看见有论文门、贿选、黑金等等的事件，我想不仅是当事人觉得羞愧，也对周遭的人事物造成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保守自己不至于羞愧的生命呢？那么我想无非就是当我们熟悉真理，而且我们殷勤遵守真理的时候，当我们殷勤遵守，第4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我们殷勤遵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在正道当中，我们可以行在神的光中。而且如果一个人行得正，即使他被人诬告，也不至于羞愧。圣经中不乏许多被诬告过的人，有谁呢？有约瑟，有但以理，有保罗，当然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被诬告过，但他们没有因为诬告而被打倒。我们看见他们反而因为被诬告，但他们仍然活出刚强、仁爱、谨守、不羞愧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感谢主。是的，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所带住就是我们不至于羞愧。
第三个我看见的祝福是什么呢？我们不被神丢弃。第八节说，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是的，当我们遵守神的律例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被丢弃。是的，我们怎么可能被神丢弃呢？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啊。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的，这边讲到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他愿意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自己都赐给我们？所以他是这么爱我们，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怎么可能丢弃我们呢？但是究竟会使什么事会使我们使神离弃我们呢？圣经在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从这段经文发现，原来是因为当我们悖逆不听从神的话语时，才使我们与神隔绝，才会使我们的神掩面不听我们，不看我们。所以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好呢？我们要怎么样才不至于落入这个与神隔绝的这样的地步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边看见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要不断的连在神里面的，神乐意我们不断连结于他。要怎么连结呢？就是他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告诉我们，是的，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的话，就要让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时常的将神的话，我们来谨守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将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自己照着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就如同枝子可以连于葡萄树，不止不会被神丢弃而枯干，还能够多结果子。所以感谢神，当我们谨守遵行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祝福，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是我们不做非义的事，第二个我们不至于羞愧，第三个我们不会被神丢弃，我们可以连接在神的里面，还可以多结果子。那么最后第三，我要说，当那说我们说遵行神的话语那么重要，那我们要怎么样时常保守自己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呢？那么我们来看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第11节，这边说到说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想我们要能够活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生活，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常常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用，我们可以让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依归，我们做我们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喜悦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做神所喜悦的决定。当我们在遇到很多的事情，生活当中很多事情要来让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信手拈来，我们就可以做，就可以行在神的律法当中。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他是怎么样胜过魔鬼撒旦的诱惑呢？试探呢？无非也是透过神的话，他透过神的话来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好让神的话真的是可以深深的放在我们心里面，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而不会好像我们读过就忘记了。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时常用口来传扬。那么第
12节的经文里面说啊，13节的经文啊，12、13节，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是的，这边讲到作者他说他用嘴唇来传扬神口中的一切典章。是的，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传扬啊。如果我们往后读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怎么做呢？在这个164节的时候啊，这个作者在119篇164节里面说到说什么？他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7次赞美你。”所以，我们看见，是的，我们若要把神的话藏在里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宣告出来，我们要不断的传扬出来。以至于当我们每一次说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从神的话语得着力量，我们也从神的话语得着滋润甘甜，好不好？帮助我们，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一天7次来赞美神的话。这个7次也不是说一定7次啦，而是说能够这个7代表完全的数字，就是当你想到的时候，当你在任何境况当中的时候，不管顺境逆境，让我们都来赞美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第一个，时常用口传扬。第二个呢，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喜悦神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在第14节告诉我们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所以我想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藏里面，藏在我们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看的是像这一切的财物，其实都比他还要宝贵。所以圣经上第这个19篇第10节说，这个神的话语比金金可羡慕，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呢，这个当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语看的是比一切的金子财物还宝贵，而且比蜜更甘甜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喜悦神的法律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呢可以靠着神的法律这个话语，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造就我想这个我们要得这些祸财，得祸财的能力从哪里来呢？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不要只专注在这些福气而已，我们要专注的是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做各样事情的各样的智慧的来源我们可以做正确的选择，以至于我们当我们可以照着神的话语生活的时候，神才会把更大的祝福给我们。而且别忘了，我们守着这些是有大奖赏的，因为我们有将来要进入神的国度的应许啊。阿们。所以祝福我们，让我们都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更多的来喜悦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那么最后，我想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是因为我们默想神的话语。在第15节说到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是的，我们要能够更多来默想神的话语。那么能够默想，就是因为我们看重。那么在这个默想的里面，当我们看重的时候，这个默想是需要花时间的花时间我们来更多的来阅读，更多的来省思，更多的来默想。那我想神的话语才能够更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那我想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精神的。你是不是有这样看重神的话语呢？你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一早就来亲近神？你是不是把神的话语看作你一天生活当中最宝贵的，你来亲近神，读神的话。当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时间拨出来亲近神，我们每一天 QD， 我们来丰盛经，我们把神的话语摆在第一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够像16节所说的，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是的，当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以遵行神的律例为乐，而且能够不忘记神的话语而大大的蒙福。好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当我们看见了今天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这么样的将神的话语
是可以帮助我们得着这样大的祝福。这么多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是愿意说，神啊，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从这美好的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从在今年的读经的里面，我们就是更多的来默想神的话语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诗人再次提醒我们你话语的重要。我们最大的蒙福就是因为有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能够被洁净，就是因为我们遵行了你的话语。谢谢你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你，也真是把你的话语深深的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你所喜悦的决定。我们可以用你的话语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也能够用你的话语能够把神的祝福从天上带到我们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口中宣扬你话语的时候就带出能力来，让我们遵行你话语的时候，哦主啊，就带出能力来。谢谢你祝福我们一切的经营，坚固我们手中一切的工作，能够讨你的喜悦，蒙你的赐福，多结果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